講下有啲咩股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嗱 ，at this moment 嚟講，你想去真係繼續去 hold 翻啲股份啦，我會覺得其實都係比較係維持住翻一個安穩啲嘅思路啊，佢會比較好嘅，唔好真係搞太多特別嘢啦。因為點解咧？而家係一個通脹高嘅預期啦，然之後就應該其實好大機會，其實有機會加0.5厘嚟，我都係覺得係。咁喺呢個加息預期之下，再加上其實市場上面又傳出嚟有驚驚地會係提早加息等諸如此類嘅因素咯，啊，對於呢一類受惠於宏觀環境啊加息嘅一個利好嘅股份嚟講咧，我都係繼續去喺呢個 moment 去 hold 翻佢，因為點解去 hold 呢啲咧？如果你真的由於加息憂慮而令到你在美股特別是科技股又坐回落去有一個動盪令到港股其實是有一個接下來可能有深的調整其實你現在看的 moment 其實相對上要做穩妥未必一定出現但你要看多兩天其實才會比較穩陣一點所以在這個 moment 來說要去 hold 你又怕你又想避開如果科技股堆下去你又可以真坐得安心一點的話我覺得你 hold 回這些比較單純少少啦，就係睇嗰個加息周期啊，同埋嗰個加息動向嘅股份啊，特別就係匯控同埋即係中近香港咧，會係而家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咯。嗱，但係做嘅時候亦都係留意啦，咁就唔好一冚過就買翻落去住啦。而家或者你可以的話就分得到兩注或者三注，就會比較係一啲好啲嘅策略啦。因為去到呢個 moment， 我覺得你睇到60多蚊、60蚊啊、60多蚊啊，正如我都維持翻之前咁睇，係會有一定嘅阻力。另外其實如果大市佢真係有啲咩差池同你懟落去嘅時候咧，其實近你睇翻早排嚟講，其實都有相對上可以即係逆向啲嘅，因為始終係加息預期嘛。但係你都難免排除得到其實有啲獲利盤會出現，所以如果要部署嘅話啦，係我覺得係應該要分多兩三注一注可能係你真係想去現水平，你都想揾啲嘢去入曬市嘅話，係可以考慮啦。再唔係嘅話咧，咁另外你。當佢有機會回調下去，可能係50多蚊啊呢啲水平啊，即係正如即係琴日都講過啦。如果係真係有回調，佢喺邊啲位去睺下咧？即係你52去到55蚊呢啲咩位咧？即係第二個可以去靠貨嘅一個位置咯。因為你挨近咗跌落嚟，你跌到成嶺啊，你先至去靠，先至去有意義嚇。咁所以要用一個咁嘅方式去佈局，無論係匯豐。或者隻中銀香港其實都應該用呢個方式去做一個咁嘅入市嘅策略咯，同埋喺特別係呢幾日嘅一兩日啦，應該話嘅時間窗口想揾嘢去 hold 啊。除咗琴日講，因為琴日講過啦，啲內房係比較同外圍去呢個 moment 嗰個嘅比較係分開少少、跌級少少之外，可以去留意啦。整個產業鏈之外，我覺得其實去揀嘅話 pick 嘅話，係呢一類嘅股份，我覺得係。比較飄啊啲啦，你係容易啲去 manage